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ouis Cole， 我是天与地企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长。金牛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，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奖项，被广泛认可，因此获得金牛奖将成为我企业发展来巨大的认可和推动力。创新性、独特性、企业成果及盈利能力、可持续发展的策略，未来的计划我们将会扩张在线上和线下的一些零售方式，包括在超市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对我来说，是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而来完成这个目标。谢谢金牛奖，耶、yeah!